这个平平无奇的微波炉可以帮我们传承大义，不少父母都会透过留子仔传递一些简单的信息，例如是记得饮汤给夜归的仔女，有了这个微波炉就可以由他代劳。 Message playing Testing咁我哋可以揀翻屋企人嘅角色咁樣啦，譬如咁樣我係mother 咁樣啦，我可以揀自己，然之後錄音俾某一個屋企嘅成員。燒烤多數人都會喺户外進行，但係用咗呢一個無火電燒烤爐就可以喺屋企燒嘢食啦。燒烤爐採用咗不黏塗層，唔會黐底，加上無需要用任何食油，方便又健康。在灣仔會展舉行的電子展，今年吸引了3900間的參展商，打破歷年紀錄。有參展商說，香港是一個做生意的好地方。香港是一個亞太的 window 來的嘛，窗口來的嘛，所有其他即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韓國、全部都會來香港這個 trade fair 去看這些新產品。看完之後大家一起落單的時候，你當然香港先走的啦，因為它最近嘛，你去澳洲都要兩個禮拜啦，去馬來西亞十幾日啦，香港一日啦，係咪先？咁一定係佢哋快啲嘅。展覽除咗有各式各樣嘅創新家電，仲有唔少嘅高科技電子產品，而展期就會由13號至16號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彭樂賢報導。